5月8日，母亲节当天，无限花旦钟嘉欣晒出一张近照，称自己已经迈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，要做妈妈了。照片中，她在小腹前用手比心，她还发文称母亲节快乐。很快，她会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，做妈妈。她非常期待，异常兴奋。当两个心连成一个，感觉很奇妙。下年的母亲节会是怎样的呢？2月28日，钟嘉欣在温哥华与圈外吉伊老公 Jeremy 补办婚宴，怕丑的 Jeremy 只肯亲吻嘉欣便急急撤退，场面搞笑。嘉欣又分享爱的宣言，除多次爱老公之余，又大赞老公厉害，并自曝两人相识4日已认定对方，计划结婚后生够4个孩子，组织一个大家庭，并默认有喜。不过他表示不会退出娱乐圈，仍会分配时间工作。我们走不正是那个